好，接下来问各位一些问题。同失去电子为正极，这句话错哪里？刚才的讲解中就已经提过了，它错哪里？啊，错哪里？来，可爱的 Lucky Seven， 刚抽了。七号，起来。他错哪里？他说他失电子，然后为哪句话错？是负极，请坐下。失电子对不对？失电子是对的，可是他是什么极？负极。好，停车站借问。为了要知道板子的质量增加还减少，我需要知道反应。你刚才已经知道了，银铜内板叫负极，但是银内板叫做正极。请问你，正极半反应，正极半反应，帅哥美女，小个大帅哥，帅哥五宝，24号，24，正极半反应，我已经提示你，铜内板叫负极，银内板叫正极，正极半反应，啊？不是人了，啊 ，CU 二正啊！我已经告诉你，头那个叫做负极，来问你这边跟我讲 CU 正极啊 ，CU 正极吗？正极吗？是 A， 对呀 ，A 七然后呢？讲完二一负，七 A 七二正啊，加二一负哦，变 A 七上，对，确定吗？猜的，确定，请坐。你们就是八年级那个跟价表不背，然后搞不清楚状况。三正啊 ，A 七正加一负变成 A 七。负极半满意，负极半满意。可爱小女生，六号。负极半反应，要你铜是负极了嘛？你跟我上，你跟我上 ，Cu 变成 Cu 二正加二一负，请坐 ，Cu 二正。好来，请注意哦，刚才是 A 七变成 A 七正加一负哦。A 七正加一负变成 A 七哦，银离子得到电子一个电子哦，变成银。这边是铜失去两个电子哦，你加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加的时候要注意哦。有人得叫有人失哦，有人得一个就有人失一个，有人得两个就有人失两个哦。所以全反应。大帅哥，大帅哥三三，我已经暗示你哦，把正反应跟逆反正极半反应跟负反应加起来，注意哦，得一个就失一个，失一个就得一个，两个得的电子要一样多哦，所以要全反应 ，AG。加 CU 二正，然后继续加 CU AG 加 CU， 然后变成 AG 正加 CU 二正，是吧 ？A CU 加 AG 正，然后就上升 CU 二正加 AG， 然后变成 AG 正加 CU， 是这样吗？啊！反过来怎么样反过来？怎么办 ？CU， 我还是不要撑了。他有讲答案了，你没有听到而已。加两个 AG 正，然后变成 CU 二正加上不要吵了，重讲，来，重讲，不要讲话，重讲。CU 加二 AG 正，欢迎讲啊 ，CU 加二 AG 正，后面变成什么 ？CU
CU 二正加 AG 而已吗？二正 AG， 请坐。好漫长，真是好漫长啊，好挣扎，好纠结啊。想说你来吧。你刚才写正极泛反应的时候只有一个电子，可是负极那边有两个电子，所以叫正极要乘二变两个电子，变两个电子，这样才会得一个是一个，得两个是两个，然后加起来消掉就这样。好，来，银的原子量108，银的原子量108，铜的原子量64，这样子就问你下一句。他说 B 说这两个质量相等是错的。从失去跟赢得到错的，那应该怎样？那应该怎样？我已经暗示你了，赢的原子量108，铜的原子量64，那应该怎样？他说两个一样大是错的，那应该怎样 ？A 大还是 B 大，还是怎样？相等是错嘛？相等是错嘛？所以他应该怎样？可爱小女生。有什么？女生二号，二号，银增加的比铜减少的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请坐。因为银，不要讲两个银了，一个银就够了，一个银就够了。你长出一个银，108，丢掉一个铜，64，长108丢64，所以长得多丢的少，长得多丢的少，所以没有相等，是银增加的比铜减少来的多。那个看原子量就知道了，看原子量知道，就是把这一题的选项的问题问你一遍。B 选项就是要知道全反应式，要知道正极半反应、负极半反应，看到全反应就会知道 B 选项到底应该怎么回事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